搬到这边的是民国65年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在台北，因为我对台北的空气污染过敏，所以我有选择是离开台湾，或是找台北附近一个空气比较好的地方，才找到这个地方，也没有错。老实的讲啊，我是第一个家庭来污染台北的空气，台湾的空气，因为风从那边来，我们是第一个家庭。刘力学，50岁以前的他是电脑公司的副总裁，在30年前将第一部迷你电脑引进台湾，并且催生了全球第一部的中文电脑。50岁以后，刘力学在三芝的海岸打造了自己的窝，在这个一砖一瓦由他亲手建造的家园里，有小孩子们可以戏水的小型游泳池，有解决家庭垃圾的焚化炉，还有种满本土植物的自然步道。2年前，他在自己家的屋顶装设了一个风扇般的装置，从此海风也成了他家的成员之一。这边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方向，这个角度比看比较清楚。现在没有风。没有风，等一下会有了。它一改色子就升起一个，来了。微风来了，差不多200多瓦，啊，这样子200多瓦。对，因为我的电瓶差不多满，所以它发太多电，所以它说它电瓶满，不要再发电，所以它自己转，就停了一下，以后它又开始，还是会发电，以后它会说太多，它还是会转，它也会刹车，因为里面有控制器嘛。哦，爷爷，那像你们家现在的电都是用这个在发的吗？现在因为我只有3个太阳板跟一个风力，为了全家不够，因为耗电蛮多的，所以现在我的客房都是那个光明，都是用这个，跟我的鱼池，你真的看小马达那个瀑布，也是用这个。25年前，三芝石门一带的海岸还是一片荒芜，刘力学和妻子带着梦想来到这个连一棵树都没有的海边。刘力学形容当时的房子夏天像烤箱，冬天像冰箱。然而在25年以后，三芝的海岸在刘力学的栽植下有了一片防风林，海边的烈日强风不再是恼人的问题，反而成为源源不绝的助力。要不要上去？好啊。你那时候怎么会想买这个？因为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，因为我这边偏僻的地方啊，也是个生态的环境嘛，你要生态到底啊。不装到发电到拉线3个小时它就开始发电，很简单。以后你说在台湾你装5万呢、6万呢，很容易啊，因为台湾都是海岸嘛，海岸大嘛，海岸都有风啊。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要太阳能跟风力发电？平常我们这边呢，太阳最大的时候风不大，夏天呢，就是中午没有风，所以我那边我会放9个太阳板，每一个太阳板100瓦，我会有900瓦，中午啊，900瓦不少了，快1kW 的一个家庭。以后到了晚上没有太阳，风都起来了，啊，我会有3个，我要装2个，所以3个风力发电，每一个平均出来2-300个瓦，
这晚上我会有也是差不多800-900个瓦的，所以不少。您还有接那个台电的电吗？我还有接，因为现在我设备不够嘛。重要的因素是风力发电跟那个太阳能源呢，对冰箱冷气是没有用，因为它发动的时候需要电需要太多，所以你要有设备为了这个事情啊就贵死了。所以平常在外国是电力公司跟自己家里发电的就是连起来，我发电我卖给电力公司，我电不够我从电力公司拿，所以一个电表跑两遍，所以你发电的时候给他他就减了，你用电他就加，所以平常到年底电力公司要给你钱。可在台湾现在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电力这个法律还没有通过嘛，民间本来不能发电嘛。由于目前台湾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开放私人生产电力，所以刘力学就在自己的家里装了3个蓄电瓶，将风力与太阳能产生的电力储存在电瓶里。刘力学认为，未来法律如果通过，再生能源将会成为流行的趋势。如果台湾的电力公司好好的配合的话，我在2-3年里就把它转回来，以后我就赚钱。你这个不会坏，太阳板不会坏，你安装的好，台风也不会有问题嘛。这个也没有声音，也不要保养。啊，如果台的那个法律通过，我们可以卖电给台电了，电瓶我都不需要。所以台电变成一个大的电瓶嘛，最大的。有我一发电我就给他，我电用不完我就给他，我电不够哪一点嘛，就简单。因为那个时候就很流行，会变成流行。你看呢，我来的时候呢，36年前呢，我的感觉是真正的是台湾是Formosa，真的漂亮，农村漂亮的不得了，没有两个一样，都很漂亮。有不要讲你去山上嘛，山上不得了了。36年以后呢，没有一个农村漂亮，都是变成水泥的。以后那个老房子都被拆掉，有街上乱七八糟，都没有计划，没有一个伟大。以后你去农村的附近田地里面都是垃圾，乱丢，以后废物是到处有。以后你去山上啊，山上也是一样，你听一个地方观光客的乱丢东西，地方越漂亮的垃圾越多，所以整个台湾都被破坏了。所以我说不赶快努力了就没办法回来了。这样你会希望以后继续住在台湾吗？还是你看我的小孩子是住在这，是在这边出生啊。所以我今天你问我的老大，我的儿子，你是台湾人我是加拿大人，但是我是台湾人。我对一个年轻人呢，17岁的台湾比较热闹嘛，这当然比较喜欢台湾了，台湾小姐也比较漂亮啊，当然喜欢台湾了。